今天呢，我们就是讲这个竺可桢的当代意义。大家都知道，这个竺可桢呢是这个科学家，大家都知道这个竺可桢是这个科学家，那么这个，那么到现在为止呢，因为他在好多方面都是具有这个创造性的，他在许多方面都是这个创造性的，是中国科学有很多方面。这个创始人，这个科技的这个创始人，那么到现，我的研究方向呢是中国近代史，我是研究历史的，不是这个科学，不是研究科学史，对自然科学呢可以说是一窍不通。我是这个小学没毕业，文革就开始了，文革开始了，我们混到这就勉强上个初中，初中什么也不学。大家知道，我们那时候初中就是学什么，就是大批判，学什么《两报》《一刊社论》，学毛著，完了就下乡了。下乡了，后来又当兵，当工人，就是又当兵啊，当工人呐、这一类的啊，又当兵当工人，当工人呢，后来又考上大学，所以我的这个只能考文科，我的这个自然科学知识几乎没有，就是知道一个正负数，所以让我来讲竺可桢，为什么让我来讲竺可桢呢？因为我后来上大学研究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史研究思想史，思想史呢其中重要的呢，我研究知识分子，现代知识分子命运啊，现代知识分子思想。那么竺可桢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那么我主要是研究什么胡适、丁文江、傅斯年，包括竺可桢啊这一批他们的这个思想观点。那么我讲竺可桢呢，恐怕我这在我不会多讲他的自然科学的，我也不懂，讲了就会容易出错。我更重要的呢，通过竺可桢来透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那个命运和他们的这个思考。他们的思想和通过他们，因为竺可桢，比如说他出生于1890年，正是甲午战争之前的4年，他经历了清王朝、国民党时期、共产党时期，还经历了文革。到74年的时候，文革已经是尾声了，但还是在文革之中。所以呢，这么一个人，通过他的历史、他的经历、他的反思，使我们对那个社会，中国近代的演变，知识分子在里面起到什么样的作用？那一群人各自不同的命运，做一个研究啊，所以我主要是从这方面开始讲起，那么首先呢，第一点呢，我就是觉得讲他的这个科学啊，就科学的制度化，第一个就是科学的制度化，因为我们一讲竺可桢嘛，就是科学家，从科学的制度化，就在中国，中国从前没有科学的，是吧？虽然别人说中国古代有各种各样的技术，但谈到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还没有，尤其没有近代科学，近代科学完全是1840年以后一点一点这个传进来的，1840年以后就传进来，尤其它变成一个通过这个现代大学制度、现代教育制度，现在通过什么中研院、中科院。把它固定下来，变成一个制度，在中国形成一种知识产生的制度和传播产生，这都是很重要的。这一点呢，恰恰是竺可桢这一代人，他们生逢其时，赶上了。因为从前没有这个，他们都是奠基人，所以我们一说中国现代科学的几个重要的这些各个领域的最开始的奠基人，都是这个年代的人，到外国留学回来，就成为各个学科的奠基者。啊，可以说他们生逢其时，那么也就是说，生逢其时就处于中国社会大转型的时期，在一个社会转型，从前旧的要变成新的，正好你在这个时期，当然人很多，但是你成为这个里面的佼佼者，你就是这个奠基者之一。所以有时候别人说，有的人我看，说自己生逢其时，就是说我们到包括我们现在，我们说改革开放也是一个转型，转型很多东西都没有固定化。很多制度都是在探索，在摸索，在这个每个人都可以做出自己的贡献。没准有一些年轻人在哪个方面，你的贡献就成了这个地方的奠基人。你中国的互联网，谁知道什么什么什么马化腾、马云啊？他就是无意就不知不觉就成了。就一谈起中国互联网以后，就离不开这几个人。所以呢，我们从这个意义上的来讲这个竺可桢。首先，我介绍一下他大致经历。他是1890年出生的，出生在浙江，后来呢，他这个到美国留学，他到美国留学呢，他这个又到回国之后呢，就在一些大学里当老师，
现代把现代科学、现代地理学呀、气象学引进中国，那么在大学当老师，当老师呢，就是这时候呢，中国要制度化、科学制度化，开始1927年以后成立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要建这个气象所呀、气象观象台，他是第一任所长，所长呢后来又当了浙江大学的校长，啊，浙江大学校长其实只当了十几年。36年当到49年，直13年，但13年就为浙江大学奠定了一个特别好的基础。实际上这些年你想想，几乎都是打仗和什么搬迁，但是呢，却把浙江大学办得很好。所以到现在，浙大的人一提起来就是朱校长，好像贡献最大的就是他。实际上这13年，从36年到49年，你想想，里面相当长的部分都是在战乱中啊。迁到这里，迁到那里，再迁回来，再迁回杭州，再后来又碰上国共之争，但是他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之下，能把大学办得很好。完了之后，就到中科院当了副院长，这是他的这个经历。我们首先从他最开始呢，他是在上海读的上海公学，接受新式教育，就是1908年。我们知道05年废科举，实际上在05年之前，尤其在沿海地区已经有很多新式学校了，中国现在的新式学校最开始是传教士先办起来的，他为了传教招穷人，招穷人的孩子，慢慢他转移方向了，招一些上层的人的孩子，那么呢，中国由于这个洋务运动也需要这个新式人才，也办理了新式学校。实际上在1905年废科举之前，这新式学堂已经很多人了，到05年之后就更，05年之后新式学堂就普遍建立，尤其大城市。所以朱克珍在浙江那边到上海上学是很正常的，上了一个复旦公学，上了2年之后呢，他就到美国去了，到美国留学。他开始学他是学农的。为什么学农？你看，还有一个人也是学农，胡适也是学农。胡适是在康奈尔大学学农，他是觉得中国落后，中国农业之国，但是都是传统农业，我们中国要复兴，要振兴农业现代化，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们开始都学农。所以胡适到了这第一方面，后来发现自己对农业也不感兴趣。胡适，比如说，所以我们通过这一代人都是反映这一代人一个探索与转变。所以胡适后来就转，觉得中国人他自己说啊。中国人选的更重要的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他就去学了哲学，胡适就学了哲学，觉得哲学最根本的能够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能救国。那么呢，朱可桢呢，他在美国开始学农的时候，他后来觉得他一了解美国的那个农作物和那个农业，什么大农庄那种制度和中国，你想想和那时候农业，他觉得两个国家差别太大，现在很难把美国的那种农业呀、农业制度啊和这农物种啊那种培养现代的那种用到中国。所以呢，他也是觉得，他觉得这些气象，中国人还没有学气象，气象天灾啊，尤其这种天灾什么旱涝影响特别大，中国这方面没有，他觉得我应该去改学这个，所以他就到哈佛大学，他这个1913年吧，他就转入这个哈佛大学，专攻气象，所以他的毕业论文什么的，博士论文是台风。研究这个台风的形成啊，什么什么，所以这也是中国气象。如果他作为中国人来说，这是中国气象学的这个，他确实就是一个创始人了。那么想想还有学农的，比如说更早一点，实际上大家恐怕都知道，一个叫罗振玉的，是个传统的文人，他也觉得他在戊戌维新的时期就办了现代的农业学校，因为他学日本，他觉得日本有现代的农业学校。他把就是说这一代人都是开始都是觉得要通过科学，通过自己的专业可以来怎么救国，使国家复兴。那么后来各种人都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我刚才讲了，胡适觉得中国人最初要转变的自己思维方式。那么鲁迅最开始觉得中国人冬夏病夫体弱呀，这是什么呢，然后学医的过程中，他觉得中国人跟胡适有点类似，他说中国人最重要的不是身体的原因，是这个精神的原因啊，那种精神气质，那种思维，那种啊，充满了奴性，充满了惰性，他就要改，通过这个，要通过那有什么？他觉得只有小说最影响人心，所以鲁迅就从学医改为学这个小说了。所以这一代人呢，
他们都受到这种，都是从这个怎么改变民族啊、民族振兴这个角度啊，把自己的专业和民族的振兴结合起来。当然他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到后来，1918年他从美国毕业，从哈佛大学毕业了之后，朱克珍呢就回到了这个国内。回国呢，这时候呢就担任了南京高师的教授。后来这个南京高师呢，后来改成国立东南大学。正好在朱克珍的组织下呢，他建立了地学系，下设地理、气象、地质、矿物四个专业。朱克珍呢当这个系主任，并且当时中国没有这方面的教科书啊，他自己编写了这个地理学通论和气象学两种讲义，这呢实际上就成为这两个学科在中国的最早的教科书，为这种教科书奠定了一个基础。现代的，后来呢，由于学校那时候也有内斗啊，包括一些学生搞学潮啊什么的啊，对一些校长不满呀，所以朱克珍呢，他觉得这个学校也不安定，他就这个离开了，就到商务印书馆去编教材，写书，写关于地理学、气候学的书，他就通过这个能更好的传播这个方面的知识啊，他写了不少的这个书和文章啊，包括历史的，就是历史气候啊，中国的气候的变化呀，中国的历史地理啊。那么到1926年呢，他又到南开大学任教，当地理学教授，后来呢，他又这个又回到这个大学，又回到他原来的这个大学，就是那个东南大学。这时候，国民党已经在南京把首都定为南京，国民党统一了中国南京那个东南大学就改名叫做中央大学了中央大学。所以呢，朱可桢呢又到这个中央大学任教，还是当地理系主任，主持行政工作。一方面又教学，教气候学、气象学、地学通论，可以说他培养了我国第一批的这个气象学呀，和这个地理学研究及教育人才，有很多这方面的人呢，都是他这个培养出来的。到后来，其中重要的一点呢，比如说1922年的时候啊，他就主在东南大学任教的时候，他就主持了购买了各种仪器设备，定期观测温度、湿度，用现代科学方法啊，什么气压、雨量、日照啊，这个每个月呢发布南京气候报告，这是我国自建和创办气象事业的起点和标志。那时候还没有国家的这种报告这些，你看气候气象报告是多重要，那时候还没有，就是他在南京，在东南大学最先建立起来这个。1927年，我们知道北伐成立北伐胜利，那么呢，这个南京国民政府呢筹备建立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呢下设这个观象台啊，筹备委员会啊，分设天文气象两个研究所。这个当时呢，朱可桢已经是中国气象学会，的这个副会长，朱可桢任命为气象研究所所长，就是中研院。中研院就当时呢，就相当于现在的中国科学院，也就是那时候他就当了这个中研院的，从那个大学里面，当了中研院，就是27年以后，他从中央大学就是调到中研院当气象研究所的这个所长。这时候的气象研究所呢，既是全国气象学术研究单位，又是领导全国气象事业建设的一个国家机构。当时没有其他的，就是他们那来发表这个气象啊研究呢，这个可以说呢，朱可桢是白手起家，建立了这个中国现在的这个更完备的这种气象的这个机构啊、设备啊，在全国呢建立的气象台。因为你研究，你这时候就代表国家实行全国的气象报告，你不能说就在南京一个地方啊，在全国各地建设气象台，和观测处啊，开始这样什么什么这个雨量测候处啊，建立了很多这个在气象所成立的当年呢，就首先建成了南京北极阁气象台，这是我国近代气象科学事业的发祥地，也是当时中国气象科学研究中心和业务指导中心。定期发展这个天气预报业务这个报告这一类吧，他们还出了很多书，这就是说他在这方面，他在
在36年当浙江大学校长以前，他一27年到36年，他一直在那个中研院的气象所，建立了全国的这种气象事业。在这个科学在中国的制度化，其中还很重要一点呢，现在人们不太提，但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有一个机构叫做中国科学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个中国科学社呢，实际上呢，就是一些留美的学生，一些留学美国的学科学的这个学生啊，他其中有一个叫任红俊，他也是在这个美国留学，任红俊的经历我们也挺有趣儿，他参加过辛亥革命，还当过这个总统府的秘书处工作，比如说告前方将士书，当时那个打仗的时候，那个就是辛亥革命后不久，12年过，对吧？什么告前方战士书、兹事参议文呐、这些什么，孙中山呢，在南京建都之后，比如说到拜祭明孝陵，祭明孝陵文，就是表示我们把满清赶走了，反清复明，这都是这个任红俊起草的。任红俊本来这是仕途又很年轻，仕途觉得是很不错的人，让这个但是呢，任红俊呢，他这个过了一段，他对政治啊就很看透了，很厌恶了，就乱七八糟。他觉得还是中国还是要得有学术科学来改变中国的命运。所以任红俊也是就把这些本来很年轻就当了这么高的职务辞了，他一切都不放在眼里。这些辞了干嘛了？留学到美国，当个留学生了。他这个半个留学生呢，他这个也是在这个先后在那个这个，比如说他也是在康奈尔大学学习，又在麻省理工学习，又在哈佛大学学习，最后呢，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化学博士。他当时呢，第一次世界大战呢，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爆发呀什么的，他们就觉得我们能为国家做点什么？这些留学生在美国，他。任红俊，那么他的思想很明确，他当年做官都可以不做，我到美国学科学，就是觉得他是觉得科学最重要，所以他几个留学生，他发动几个留学生，我们说中国人根本就不了解什么叫科学，他说我们的义务就是宣扬科学，发展科学，在美国几个留学生筹款，自己筹款，自己办了一个杂志，说我们成立一个社，叫做科学社，定期的宣扬科学演讲啊，其中呢办个杂志都是民间的。叫做这个科学杂志，这个科学杂志，任红俊呢就作为第一届这个董事会的这个会长，那他先后在科学杂志第一届呢就出来了，他们就觉得呢，在科学杂志大量的宣扬这个科学知识，就谈为什么要科学，因为中国人当时还不太了解科学，就宣扬了很多科学知识。那么在办了之后。科学这个杂志办了不久之后，这个竺可桢也参与进来了。他是哈佛大学的，又是学科学的。他在科学，你看科学杂志发表了很多科学通论性质的文章，什么是科学呀，什么这类很多。但是竺可桢也写了这方面文章。竺可桢的一个突出的贡献什么呢？他在科学杂志上，他写了。气象学、气候学、地理学是一种分科的这种杂志，他把这种分科不是分科的杂志，分科的文章，他把分科的这种文章啊，在科学杂志上开始这个发表，或者说他最先发表的1910几年的时候，他最早的科学文章，恰恰是在这个民办的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这是他的处女作。可以说，是在这个科学杂志发表的。尤其科学杂志，他们觉得，因为中国科学刚引进中，各个学科刚引进中国，中国人对那毫无了解，就没有想到科学很多术语是要固定的，术语化呀，什么你用什么单位呀，这个米怎么翻译呀，什么，他们觉得你科学是要标准，要术语化，没有术语化，科学没法发展，没法研究，大家用的翻译的名称都不统一，这些他们就。在科学杂志首先进行这个工作，怎么讨论这个术语化？这方面做了这个很多工作，他们还做了很多这个科学的这个展览，还办了很多这个科学的这个展览，宣扬科学。
他们后来1918年之后，我们知道竺可桢是1918年回国的，而这些科学家这些人大多数1918年也都回国了，所以中国科学社作为一个民间机构，也回国，也就搬回国内了，在国内还是一个民间的，他们就筹钱呀，还是在印行各种科学刊物，宣扬科学。那么呢，其中这个重要的呢，是1922年呢，中国科学社在南京成立的生物研究所。这个生物研究所呢，是中国最早的科学研究机关之一，比它早的呢，是当时的这个北洋政府，那是政府的，你不管怎么样，是北洋政府在北京成立这个地质研究所。那么，这个1922年，中国科学社就是民间最早的办科学研究所，叫做生物研究所。后来呢，实际上他们在南京又做了很多其他的工作，和就是可以说这个，他们一直这个存在着，他们又跟外国的一些基金会联系，做了更多的工作。后来我刚才讲过，成立中研院，实际上中研院的很多人啊，很多设想啊，都是在这个中国科学社的基础上，他们打了一个基础，受了这个的影响成立的。所以你看，这个科学在中国的制度化的作用中起的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机构，我感就是中国科学社。那么在这个竺可桢呢，后来还当过中国科学社的第四任的社长，大概是在这个他当过这个第四任的社长。1927年他当了这个当选为，因为他们也是改选，当了第四任社长。所以他一直在，就是说，不论他当校长还是后来在中研院，他一直没有放弃和中国科学社的联系。那么我讲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想到中国，我还是想强调，中科学在中国的制度化中，中国科学社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中国科学社恰恰是民办的、民间的，也就是说，我觉得民间是能做很多事情的，民办，就是公民社会、民间社会是非常重要的。要今天的人就很难想象，一个几个私人就能办研究所啊，对科学在中国起了那么重要的作用。那么呢，就是说中国科学社呢，因为它随着战争，就是二战呀，就是说抗战爆发呀，它也是搬来搬去，搬来搬去啊，但是始终呢，他们没有解散，坚持工作啊。中国科学社最重要的灵魂人物就是这个任红卷。任红卷和他的夫人，他的夫人也是中国当时比较早的留学美国的，叫做沙菲哈，笔名叫做沙菲女士，名叫做陈恒哲，是中国比较早的女的这个历史学研究历史的这个教授。那么中国科学社呢，到1949年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中国就是说，发生了就是共产党的这个新的政权成立，那么中国科学社是一个民间机构，它还能不能存在？因为开始一段时间还是允许这种民间的这种机构存在的，但是到后来就不许了，就是要一定我们建立的这个新中国的体制是一个这个高度党国家政权高度统一的一个机构，它一定要把都是国营的。这些机构啊，什么，比如说把私立大学逐渐也取消，这种私立的这种学社也取消，它要统合在一个这个之下。那么呢，像这个中国科学社，当时很多人还看不出来，中国科学社是要解散还是不解散？任红俊他们就觉得我们还应该存在呀，作为一个独立的，这继续办。但是竺可桢他已经看到了。这个新的社会的结构形式是不会让这种中国就是民间的一个机构存在的，所以他是少数，说我们应该解散了，应该解散，所以最后这个中国科学社呢，还是在这个通过什么公私合营啊，什么这些，最后在那个就解散了。最后的解散是1959年，大跃进总路线啊，中国科学所有的房屋、图书、设备全部上交给国家。可以说呢，我们说在这个战乱的时候，战乱这么严重的时候，中国科学社起了这么重要的作用。我觉得我们中国这个
改革开放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允许这种民间呀、民间的这些企业呀，甚至民办学校啊、民办的社会组织、社会机构的存在呀。我觉得这个中国科学社的作用呢，应该给我们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启发。这就是通过竺可桢和中国科学社的关系，我们也要看到民间的这个作用啊。所以，我竺可桢非常喜欢这么一句话，是一个什么？是个欧洲人还是一个美国人说的？竺可桢特别喜欢这句话，我念一下啊，也就是作为这一段的一个小结。他说：“人们都以为欧美社会的文明是科学造就的，所以中国只要有科学，就可以继而达到欧美的文明，就可以达到欧美的文明。只要有欧美的科学。”他说：“实际上只有欧美的社会才造就了今日的科学。”哎，这段话是竺可桢他看到了，他很欣赏这段话，就说明他看到了社会和科学的关系。就是说科学发展，他始终讲需要有一个很好的学术环境，需要有一个百家争鸣，各种不同观点都可以自由表达，要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比如学术观点、学术见解都可以表达，这才叫做才能形成科学。他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科学，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没有一个这个百家争鸣啊，可以质疑权威啊这种环境，都是强调权威，一切要听政府的，所以他那时候他把这句话，他特别欣赏这句话，专门抄了下来。他看了一本英文的书，这句话给他感触很深，他把它翻译成中文，就说我觉得直到现在我们谈科教兴国，其中也要想科教兴国一个重要的一点，实际上科学怎么兴起是应该有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社会体制、社会建构，包括这种百家争鸣、科学各种不同学术观点百家争鸣的，这种观点。第二点呢，我们讲这个他的教育，第二我讲竺可桢的教育观念。刚才讲过，浙江大学呢，现在是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但是在50年代初期院系调整以前，浙江大学的学术声望更高，长期呢是国内屈指可数的少数几所享誉全国的综合性大学之一。当时就中央大学、北大、清华、中央、武汉大学、浙江大学这5所学校是最有名的，享有这个国立的综合性大学。后来这个1952年院系调整，把清华和浙大变成纯工科学校了，就浙大的文科和理科几乎都转移。都切割开来，就是转到复旦大学了。复旦大学从前是个私立大学，是个很不起眼的大学。但是呢，他通过这个院系调整，就是要加强复旦，把复旦也收归国有。国立大学就把这个1952年院系调整，把浙江大学最强的文科和理科都转到复旦。所以复旦尤其在上海那位置，所以现在复旦的位置很高，大家知道，从前是比浙江大学低很多的。通过这个，你了解竺可桢的历史，也可以知道中国的教育史、中国教育怎么改造、怎么转变，你要详细的去了解。实际上呢，浙江大学，你想，我刚才讲过，从1936年到1949年担任校长，在13年的这个时间内呢，竺可桢呢，可谓他的公认的，他是浙江大学的这个奠基人。是因为在他实际上浙江大学很早就有了，但是浙江大学呢，在他的这个发展之下呢，是做得最好，那么他其中有跟他的观念有关，还有跟他一个特殊条件有关。第一是他，我刚才讲了，是他的这个办学理念非常好。第二，什么特殊条件呢？他跟国民党的高层都非常熟悉，他跟那个很多有的高层人物跟他就是亲戚，他跟陈布雷叫蒋介石最亲信的命，他关系特别好，所以这也是你办学能办好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中国这种体制下，在当时也是党国体制啊，这个国民党啊，我讲他们。那么1936年3月8号，陈布雷亲自找他，通过反复的工作，因为他从前不太愿意做行政，就想做我的研究。那反复找他，希望你当浙江大学校长。他跟陈布雷提了三个条件，他的日记啊，包括我看有的人拿着这种小册子，一个黄册子上一个小蓝颜色的册子，前面引用了那把那个日记照下来了，他的日记出版了也有。他跟陈布雷提了三个条件，
他说只要满足我这三个条件我才能做。他说因为当时财政比较困难，所以他说第一财政需远远接济我的用钱，你得保证。他说二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政，就说你党你党国你管党你不能干涉我用什么教授啊，聘请谁当教授谁当什么，这就是我校长的权利，不受党国之政。第三点呢，时间这以半年为限，他说我先做半年看看。这个陈布雷呢后来同意了，他说经费方面国库每个月拨那个45000元没有问题。但是呢他说你提出那一点有一点困难，因为当时国民党也是以党治国呀，各个学校有党，学校里有党部，有青年那就三青团什么训导部，这都是由党部的人来给学生进行三民主义政治思想工作。他说这个必须得党部派人呐，你说你校长你说不要国民党的人不能就是完全就是，他说这个做不到，他说呢这方面的人呢是党部派，但是呢他们的工资不从你校长这里面出。这个朱克珍他毕竟了解这个中国的国情啊，他说那可以，但是呢我其他的我用什么人当什么教授不要经过党，不要经过国民党，就我一个校长名。陈布雷说可以，陈布雷就同意了。好，这个那么呢这个朱克珍就同意了，当了浙江大学校长。他当了校长之后，刚才讲他对于这个教育方针，他因为在中国你是国立大学，他就去找了当时的教育部长，跟他也很熟悉啊，叫王世杰。他就去问，他说你是教育部长，我办浙江大学，他说现在教育方针我知道全世界就两个方针，你说我们是采取两个方针，第一个是采取英美的式的学术自由的方针，第二个是采取那种党治国家这种德日啊什么苏联这种，他说有一种是法西斯的办学方针，就是党管一切，你所有的学术也没有什么自由，得按照国家意志国家观点来表述。他说这两种方针究竟我们现在应该按照哪种，因为他作为一个校长他问这个教育部长。这个王世杰呢对这个问题，王世杰也是留学欧美的呀，留学美国的呀，他对宪法其实很熟，他也不好说，他也没有给他一个明确的回答，我们是按照英美的办学还是按照这个德国当时是纳粹这种法西斯啊，是按照法西斯这种办学，他没回答。那么他究竟这个实际上我们可以看朱克珍也没有明确，当时他也没有明确的跟这校长说我要按照哪种方针来办学，但是呢我们从他的就职演说中啊可以看到他的办学方针或者基本观点。他说首先实际上他说的就是两点，第一要知道自己的历史自己的过去，他说第二呢就是要了解目前的这个环境。他说了解目前的环境，我们了解的过去就是要凭借着本国的文化基础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才能办成有用的专门人才啊，既要了解我们的国情我们现在的情况，又要知道世界的潮流，你只要按照世界潮流办，培养出来的人才世界的标准通行的一些办法办，才能培养出来合格的人才。尤其他在这个就职演说中他谈到了一点，我觉得直到现在还有特别有借鉴意义。他说他尤其强调贫穷人家子弟，他说我以为天才尽多生在贫人家，就穷了，而贫穷的环境又往往能孕育刻苦努力的精神，所以如何选拔贫寒的优秀学生，使他们能够续学能够学习，实在是一个教育政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我觉得直到现在怎么样让贫困人家的孩子能上学或者上学有用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说让学生知道，用我如果用一句这个交通的话说，能够换车道，我本来是贫穷人家的，我通过上大学啊，通过什么能够改变我的命运，改变我的这一点呢，我觉得直到今天这还是很重要的一点。但是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我讲的题目叫朱可珍的当代意义，其中就是说办学的方针
是不是要有这种自由的这种精神啊？那么怎么样给穷人的孩子提供一个上学的保证？所以我在很多年以前，在十几年前，1997、98年，我一直反对我们一个口号，因为我觉得口号在现实的过程中，在我们那是变了质的，是给穷人的孩子上学制造障碍的素质教育，我坚决反对这个词儿。这个方法，因为我们知道，比如说北京市什么小升初，他说这个应试教育确实是太大的问题了。他说那就不小升初，你小学生6年级上中学，有好中学、差中学，北京市就说我改，包括全国各地也都是改的，我不考试了，我通过电脑派位和一个什么呢？素质教育，你有特长没有？那么素质教育变成什么呢？你钢琴考多少级？跳舞什么多少级，绘画、摄影、摄像我干了都有，这个叫素质教育。那你学钢琴是很费钱的呀，学这些，你穷人家的孩子怎么上啊？所以包括我中在中国条件下，大学自主招生我也坚决反对的。你怎我所以那时候我就反对，很多人说你反对教改，我说我就是反对政教。我说了解中国国情，大学自主招生第一是腐败。结果怎么样？我十几年前说的，这次人大前年的爆出来，这个当时我也拿不出证据来。从前别人说你拿出证据，我说我拿不出来。但凭我对社会的了解，他被什么小升初，就是他绝对就是腐败，这是第一。第二，他自主招生，他就说我们不完全按考分来看，看这个学生的能力。你我一看他自主招生的，就是你某个学生有体育特长，比如说大家有体育特长，有钢琴那有什么啊？那种风评，我说这个在中国素质教育变成了富人家的孩子的一种游戏，他是本来穷人家的孩子上那些好大学就难，你通过这个教育会这种方式使穷人家的孩子上这种好大学就更少，哎，所以前几天我碰到一个到北大去演讲一个学生说，我很早以前看过您的这个文章，他说我特别赞同，他说他是河北一个镇里的孩子，学习好，考上了石家庄的省立的一个高中，那就在那很刻苦的读书是吧？他说他们学校是河北省的重点高中，是有那个叫校长免推，他说校长免推的时候我根本就进入不了那个，因为校长免推除了分数好，还要会弹钢琴的，会什么跳舞的，上过什么电视，他说我一项都没有。这一下就把我们这种从农村来的，就这一项就彻底的给你给排除在外了。他就看了我那个，他说你是真的了解我们这个农村的孩子我们情况。我说对呀，我写过文章，我说素质，我们一谈素质教育，就是看你的钢琴多少级，这个多少级，奥数啊、英语啊这些。我说好，穷人的还上不去。我说什么叫素质？我曾经认识一个，或者说我做过了解，一个北师大的一个研究生，就化学的。研究生一个女孩子，她从贵州山区考来的，她就跟我谈起来，她在贵州那边贫穷，她一个女孩子在贵州呢能读书，一直读到考大学、考研究生，很不容易的。所以她从读小学起、读中学起，就一边读书一边要捡破烂啊什么的，给家里减轻负担。她到北师大之后，她兼那个家教，兼了三份儿，非常棒，能够养活自己，还给自己，因为她还有个弟弟，还说。我说这，我就质问别人，我说这叫不叫素质？你就按照你们的说法，他就是一个只会读书考试、应试教育的出来的。我说别人能够自己这么一个女大学生打三份工，自己养活自己，还给家里寄钱，他想把自己弟弟一直在那上学呀，这不叫素质？再按我们的素质标准评论，这绝对不是素质。他只看你钢琴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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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过国没有？有的不是重点高中啊，就有什么出国和外国学校这种什么交换呐、啊，什么什么这种短期的。我说，所以我觉得我坚决反对在中国提什么素质教育、大学自主招生、各个学校自主招生。你通过这个就把真正我觉得那才是叫真正我们需要的素质，就把这些人排除在外。所以我觉得这个朱可桢他其中谈到这个的，我也是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朱可桢呢，他在这个短短的时间内啊，就把浙江大学办得很好，所以他又跟国民党高层陈布雷什么都很熟，所以蒋介石好多次去交见他，表扬他，夸他办得好吧，这学校，所以他跟蒋介石也比较熟悉。那么在许多文章和演讲中啊，他反复强调，
办好大学就是三个关键要素，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现在，他说第一是教授，第二就是图书仪器和校舍的建设。他说在这三者之中，教授是最为重要。他说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看教授人选为转移。因此呢，他总是想法设法吧，请到这个最有真才实学的教授啊，到浙江大学去任教啊，并且呢，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中啊，他为了这个稳定教授群体啊，在欠薪成为家常便饭的当时啊，他想尽种种的筹款办法，哎，给教授保证不欠薪啊，就是啊，有些时候虽然没有达到，就是说没有筹到钱，但广大教职员工啊，也知道他是尽力了。所以对他呢都是非常感激，尤其呢他尽量的呢，在当时呢，比如说这个政治斗争很激烈，有国最主要就是国共两党之争非常激烈，而朱可桢呢尽量的使学校不卷入这个政治斗争的这个漩涡，是强调呢学术独立、教育独立，这是所以他全力要排除政治干扰，维护学术和教育的尊严。这在现代中国这种疾风暴雨的这种阶级斗争中啊，他以自己的人格、理想和才干，为浙大营造了相对安定的这个学术啊、教育的环境、教育的气氛呢、啊，所以吸引了全国很多第一流的这个学者、这个教授。他认为呢，学者学术独立、教育独立最重要的一点呢，是这个学者学生要有独立的思想。他经常提醒大学生运用自己思想的重要。他说我们受高等教育的人必须有这个明辨是非的能力，这个明辨是非就需要你有这个独立这个思考啊，必须独立思考，要有逻辑，要严密。他写了这些很多，还要有批判精神，有反省精神啊，要有反省自己的精神，对这个接受到很多事物，你要有一个批判的独立思考的能力。他特别强调浙大呢是这个求是学堂演变而来的，要有实事求是的这种精神，探索真理。所以朱可桢从最开始到最后，他特别强调，反复写文章或者演讲中上，他说科学就是一个只问是非不问利害，只问是和错，对和错啊，不能够考虑自己的这个利害。他说科学研究就得有这种精神。当时呢，国民政府呢实行的是以党治校、党化教育作为国力这种方针，我刚才讲过了啊，要派出党团，要进驻学校，要经常作为国立大学的校长呢，朱可桢呢，他知道他不能够公开反对，也做不到彻底反对，说我这个学校就不要你国民党啊、党部啊，你党域什么三民主义教育、什么政治课，他都不能取消的，他知道。哎，但是呢，他在自己的范围之内啊，他总是把这种啊党制啊减到最低，一有机会啊，他就在不厌其详地宣扬这个学术教育的独立。所以1936年他是哈佛大学毕业的呀，他就专门写了36年正是哈佛大学呀300周年，他写了一篇美国哈佛大学300周年纪念感言，这篇文章公开发表。他写了很多哈佛大学怎么好怎么好，他多少感言，他觉得哈佛大学呢就是两点。最后他说，第一，主张学校思想之自由，即所谓学术自由，就是学术自由，反对政党和教会的干涉，和学校干涉学校的教育，干涉学校的行政和教授个人的主张。因为我们知道，没有美国以前先有哈佛，哈佛是教会一些教会人主张的，最开始他宗教教育是很重要的一点。那教会我的钱，我出钱办这些学校，你就得这个有这个教会啊、宗教教育啊、像这基督教啊是比较重要的。但逐渐发展过程中，他就脱离这些了啊，你我只给钱，你学校啊他自己争取自己的学术独立，你给我钱我不是说你给我钱我就按你的做啊，我有一个校董啊、教授会啊，只独立的来，觉得学校也怎么设置课程。所以朱可桢觉得这点很重要啊，就是连教会后来也不干涉哈佛大学了。第二呢，他说学校所研究的科目呢不能够完全说就是为了这个所用啊，就是好像学了马上就要用。他说尤其这个科学有很多是抽象的理论，基础科学这一点呢是必须有的啊。他说这个
他说呢，这个第一点呢，这个帮他说这两点主张呢，在这个他说我这两点主张呢，他说也是就是哈佛大学的这两点主张也是我所赞同的，而这个呢是英美的几乎都是这种大学方针。他说呢，而与意大利、德意志、苏联各国之政策则大相径庭。啊，他说世界各国办大学教育的分野啊，这就是上面这两种主张。第一点呢，哈佛大学可以给我们有很重要的启示，所以哈佛大学的校训呢就是真理，就是追求真理。哎，所以我们科学就是追求真理，自由的探讨的，不能走。他当时认为德国呀、意大利呀、苏联就是斯大林模式的苏联啊，是同一个模式办大学。他说他不主张走这个方针。啊，如果说在当时36年那时候，正好国难当头啊，后来就是说马上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呀，他认为呢，在国难当头的时候，这种党支啊，在大学里面要统一思想，他认为这是有情可原的。你国家在打仗嘛，打仗就要高度集中集权，他认为这是有情可原的。但是他认为呢，抗战胜利之后。哎，许多人都在思考中国的前途命运。抗战胜利之后，中国究竟抗战？因为在抗战时候，人们就是一个只有一个思想，就是救国，打败日本。那么抗战胜利了，中国应该走什么路？所有人都在探讨，尤其知识分子。那么竺可桢呢，本人呢，他也在这个关心啊，探讨这个命运。所以呢，他在1945年9月发表了《战后国家与学校的各个问题》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呢，他认为抗战胜利后，既然抗战胜利，国家已经稳定平安，就应该以礼制为重，啊，那么呢，办学校呢，就应该，不应该是这种党支，应该是强调学术自由，在这一点，啊，我们知道他当校长的时候，实际上国共这13年国共之争很激烈，而学生大学是共产党。这个斗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场所，那学潮不断啊，共产党组织各种学潮啊罢工，而他作为一个校长，国立大学的校长，他就很难。哎，他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第一，他是呢强调学术独立自由，他反对任何政，他既反对这个国民党进入，他也不特别反感你共产党在这里搞学潮啊，就在这里有地下党啊，想你这个，他也很反对。哎，他是表示说，这就是中国这种在那个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两种一种困境，两面受，或者你两者都反对，就意味着你两面受敌，两面都要攻击你，啊，但是呢，他作为校长，他觉得他第一个职责是要保护学生。当时呢，都是左派学生啊，在共产党啊领导下闹学潮啊，抨击国民党，游行发传单啊。那国民党经常要抓、要镇压、要哪抓哪个学生呢？他都是。想办法保护，因为他和国民党高层关系又多，他只马上，因为那时候一般到学校抓人，先通过，先要通知校长，我们要抓哪个，哪个学生是共产党，我们要抓。而竺可桢总是悄悄地通知学生，你赶紧跑，你先离开，这是一个办法。第二个，有些这个学生不是写壁报啊什么，有那种很激烈的抨击国民党的这种言论呢，国民党当时要抓。他最常用的一个第二个方法，他跟他姐说，他说这个人就是这样，有时候就学习好，他说他神经失常，最爱用的说经常只是神经失常，偶尔有错也就无所谓，你只要不抓他，他后来也就这一过去就过去了。他经常用这个办法，比如说这个1940年，这个当时的教育部来密电说，浙大学生中有共产党组织了，说有共产党的地下党，其中呢，比如说在台面上，他靠文艺社演话剧啊，演左派话剧，宣扬这种，实际上宣扬共产党啊、左派呀、啊、这些发展。文艺社有比较活跃的一些人，其中有几个人，他点了名，就国民党教育部密电中点了几个人学生的名字，说他们是共产党，得把他，你们得注意，得把他抓起来。其中有两个人，其中有个叫做沈自敏的学生，啊，他专门写到沈自敏，好。这个竺可桢就回答说，像沈自敏，还有叫胡玉堂这些学生，平日喜欢信口雌黄，并不是共产党。真正的共产党不喜欢出头的，他是了解的。哎，我为什么把沈自敏说出来？
因为后来我一看到这个朱可桢的这些材料，我感到很亲切。怎么呢？后来我80年代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当年是中科院的，后来是分离出来中国社近代史所，而沈志敏就是我的同事，我们办个办公室很近。沈志敏从来不是共产党，我知道。哎，后来他也是，而恰恰有个当时浙大的地下党的和杭州地下党的领导人，他的妻子两口子是地下党领导人，他妻子原来是我们所，一直是我们所的，我也很熟，叫中科院的人恐怕都知道许良英。哎，后来了，他就是许良英就跟我说，是我们在幕后啊，沈自明喜欢出风头，我们就让他在前面，让说当时的谁知道我呀，都认为相反那些左派学生啊，还认为我是个什么灰色学生，就家里比较穷，天天就在那穷读书，什么都不管，不关心国家，不关心命运，但实际上都是我在幕后在这里策划着，你看呢。哎，所以证明朱可桢当时就判断是对的，跟他跟国民党跟教育部的人说，你抓沈自敏他没用的，说在台面上的都不是共产党人，共产党有但谁也不知道他是谁。这就是这个朱可桢，别看他是个书呆子，我刚才讲过他跟陈布雷提出了我当校长，但是那个不要国民，就是我用什么人得是我的人，得我校长有权。但是这个陈布雷说那个训导主任，因为训导主任是作为党部来管学生德育，叫这个必须是党国民党来派的，他同意了，但最后他还是想在我的范围之内把这个事情减到最低。他又提出来，我看中一个人，虽然他不是国民党，但我觉得可以当这个训导主任，叫费巩。那陈布雷他们也同意了。实际上后来证明费巩是个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在学生中搞地下运动，所以后来就莫名其妙的就失踪了。所以这个是对朱可桢后来影响很大，对他思想的转变。他就是这样。并且那个费巩也，他说费巩提出来说，费巩也提出来说，我可以当训导主任到浙大，但第一点我不参加国民党，第二呢，由于我不参加国民党，我只领教授的这一份工资，我不拿兼教导主任的这个兼薪，我就不拿了，就表示实际上费巩他的观点也很明确呢。那么比如说他朱可桢有一点是爱生如子，所以说1941年的，比如说曾经有过这么一事情，有两个女学生在遵义，他们学校抗战嘛，就搬到遵义啊，搬到哪儿，后来搬到贵州湄潭的更这个偏远的地方。在遵义的时候，有两个学生的戒指，两个女生的戒指没了，金戒指偷了，他们怀疑呢是一个那个打扫寝室的，这个负责打扫寝室那个女工。怀疑是他偷走了，正好当时的宪兵队一个营长跟其中一个女生是同乡，很熟悉，他跟这个宪兵队营长一说，宪兵队营长就带着人就把这个女工抓走了，就审讯私设，就那么审讯嘛，逼供信。朱可桢知道了非常愤怒，他觉得怎么能这样，抓人得要有程序的，不能说你一个宪兵营长到学校就抓人。他去找到遵义市党部，就国民党遵义市党部那个就今天话就党委书记市委书记，说你怎么能这么抓人，你必须得放了道歉。那大学校长当时是很有地位的，因为朱可桢上层也很熟，遵义市国民党遵义市委书记马上向他道歉，完了之后呢带着那个营长到宪兵队营长来到学校向这个浙大的师生道歉。道歉，他说以后绝不能随便到学校抓人，到学校招人你得经过校方，得经过合法的程序。那么比如我再举个例子，就是1942年1月的时候呢，不是都传说那个孔祥熙他家的狗坐飞机，为了逃那什么坐飞机，狗坐飞机大量的学潮啊，大量的传单，共产党啊的学生就是当时的学生啊发大量的传单啊，打到这个腐败啊什么国民党啊，这国民党非常愤怒啊，尤其后来学潮游行完了之后还大量的贴各种传单，就到浙大来说这种人得抓，这些学生。你猜朱可桢是怎么样辩护的？或者说自然那一代的科学家，其中有一点啊，顺便说，我觉得那一代科学家他们中国传统或者对历史有极熟，他马上他在湄潭，当时在贵州湄潭，他马上就能够找出光绪25年的贵州湄潭县志，他指出来卷二有个风俗，卷想到湄潭的风俗是什么呢，我念一下，他说在湄潭多匿名纸贴，至今尤甚，就光绪年代至今尤甚，喜欢侠贤争利，含沙射影，飞羽相结，就说这是光绪25年说湄潭就有这个风俗，喜欢乱贴各种东西为了争利，说他说这是湄潭的风俗，跟学生无关，
那上面也就哎算了，也就不追究了。所以他总是想尽种种办法呢，这个来这个保护学生。但同样呢，他对这个学生闹学潮呢，他也非常反感。他觉得你这把党派之争引到学校里面来了。一方面我可以保护你，另一方面你们不能主动的为另外一个党所利用、所服务。他觉得学生、学校就是应该。学术为主。刚才我说过，每一次只要有学潮或者有学生上街游行，他总是拼命的劝阻，是啊。但是如果劝阻不了，学生一定要游行在路上，那我就他作为校长，我来领头。他领头不是说他支持，他只是说你们会听我的，你们不会有很多过激的行为，并且我可以保护你们。哎，他总是采取这种方式。后来呢，有曾经在1948年啊，还是四几年的1947、1948年的时候，有学生被捕要公开的审讯，他作为校长去出庭作证，替学生做无罪的这种证明。哎，这所以他为什么大家就说他的这个爱生如子呢？就不是觉得他的学生啊充满了这个爱。所以两方面就是说，包括共产党学生对他的也是非常爱他的。虽然共产党学生搞学潮受到他的，他有几次，比如说他听说学生准备罢课了，实际上他知道背后是共产党，他也不知道谁，但他跟学生会的人说，如果你们罢课，你们要游行，我就辞职，我就不当校长了。那好多次就因为这个学生爱他，就觉得那我们算了，我们不罢了。就是说他对这两方面呀，他都是这个坚决这个。反对的，所以他写过一篇，他是文章叫做《大学教育与民主》，他强调最重要的是要一种，他说人呢有两种力量都很大，对于一个人两种本能的力量，一种是爱的力量，一种是恨的力量。他说这两种力量都很大，他说我们的教育就是应该是爱的力量战胜恨的力量。他作为一个校长，觉得老师就应该向学生显示出我的爱的力量是战胜。恨的力量，所以呢，他这点呢，是他的受到了这个特别的这个学生的爱戴，所以这也是他能办好在那个艰难困苦之中能办好浙大，一直受到浙大师生的这个高度的这个赞扬的这一点。好，下面我们讲第三点，学术与政治或者一个知识分子与政治什么关系？我们知道。像竺可桢，他一直没有脱离自己的专业研究。他哪怕当校长、搞行政工作，他认为这也并不是政治啊。但是啊，实际上当国立大学校长跟政治关系就很密切了。尤其在中国这种当时这种国共尖锐斗争的时候，你怎么样妥善处理这关系？这是当时的中国的政治环境呢，是中国知识分子，无论是搞科学的还是搞什么的，都很难脱离政治。比如说。有个人跟这个竺可桢很像的，叫丁文江，是14岁就到英国去留学，学地质、地理，从英国爱丁堡大学学地质回来，就是辛亥革命前后，他在中国长途搞地质地理，他要长途旅行啊。我发现这个竺可桢也是学的这个地理呀、气候，他们就对社会的了解，包括行政能力，就比一般的那个纯研文科的或者纯做物理啊、化学实验的知识分子要强，因为他整天在外面跑啊，到野地里啊那种，他了解社会。丁文江也是啊。他了解了1911年，他回国，他在这个北京办了这个我刚才讲的中国地质调查所首任所长，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很重要的科学制度化，很重要的一点。那由于他经常年在野外跑，在1920几年，那个一几年二几年，他对中国社会啊，从上到下的这种腐败表现，他非常了解。他就觉得知识分子你不能不出来从政了。他说我们要改变中国政治，就要好人从政。你们都别爱惜羽毛，政治很肮脏，但是也不要爱惜羽毛。只有好人从政才能改变政治。经过当时胡适呢，就有点不太同意，说我要存储自己的学术研究。后来他说，但是他就说你不要中国政治，他说没有一个好政治，你纯学术研究也很难。所以最后胡适啊，他们都被他说动了，就集体从政，就跟当时一个当时的北洋政府啊。
他们组织了一个内阁，他们当了一些有些人当了部长，叫好人政府。实际上这些知识分子又手无寸铁，你就名义上你是一些当了部长、当了总理，实际上没什么权利，三两下就实际上你和军阀的北洋军阀的观点不一致，就被军阀给解散了，给你玩弄一把。所以胡适后来这才几个月的时间间，他就觉得非常的悲哀。他说："我们想好人政府，实际上一点用处都没有。"胡适都很悲哀。像丁文江，他就因为搞地质，他了解多，他还是很这个有从众的热心。他觉得，那既然我自己干不了，我要让坏人改变坏人，让坏人从善，一个坏人当政治家的，让他变成善人，他就去跟军阀。他说："中国说来说去有能干的还是军阀，现在呢，啊，他说我去改造军阀，让军阀从善。"他就去说服那个孙传芳，孙传芳很重用他，让他当了什么上海什么总办吧，上海，所以他在上海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时候已经26年了，完了之后，北洋军阀，不是北伐就来了，北伐占领上海，他就作为孙传芳，反而作为一个军阀的一个附庸啊，受到北伐军的通缉，所以他也觉得很无奈，自己本来想让军阀从善，结果自己反而成了北伐军通缉的一个对象，他就跑了。跑到最后呢，他感叹，他说，因为他对中国社会特别了解，他就说，在中国，我觉得要真正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只有流氓和书生配合起来才行。后来呢，等到1931年之后，丁文江又看国家31年9·18，这个日本又侵略了，他觉得还是不能够说我自己在做我的研究，不关心国家。他连续写了几篇文章，因为他搞地理的，他特别关注军事地理啊，哪个地方，就是他连续是写了几篇文章。假如我是张学良，假如我是蒋介石，我应该怎么从中吧？写了，这就是说，这个丁文江也有很强的行政能力。后来中研院他是干事长，就相当于现在的秘书长，蔡元培看中他。但他1936年吧，他这个煤气中毒死了。他在外面考察的时候，在煤气中毒，在晚上在湖南煤气中毒死了。这也是学地质的从政的，他的这个积极从政，他最后的这个命运。实际上，朱可桢一直不想从政，那么整个知识界呢，所以他36年当他的校长是有他的一个思想转变过程。因为1931年，我刚才讲过，9·18事变之后，别人觉得这中国恐怕要亡了，日本就要侵略过来了，就是很多那个。就是胡适啊，包括刚才我说的丁文江啊，还有一些蒋廷甫啊，留学美国的，都跟这个朱可桢很熟悉的。他们思想内部就发生一个争论，他们从前一直是批评国民党的，说你是一党专制。他们的理想的中国应该是像美国那样啊，欧英美那样的。您说，这时候他们内部突然就发生，说这个国家都要亡了。这时候中国面临的，所以他们心中蒋廷甫啊什么傅先生就写文章说，我们现在中国面临的不是一个政府的好坏问题，是国之将亡，只要有个政府就能不错了，你别管它是好是坏，是专制还是集权，是专制还是民主，能有政府就不错了。所以有几个人就写文章说，我们现在要求的，我们知识分子现在要求的，不能够用英美的标准来要求，现在中国要有那样一个政府，只要有个政府它不亡国就不错了。但是胡适啊，他们就觉得呢，不能够，所以他们提出来要有一个新式的独裁政府，就是当时的人。而胡适呢是反对这观点的，他不认同，说这种新式独裁，我们多少人幻想过新式独裁，结果最后走上了老式独裁的这路，他就说不能够这样。所以双方有个争论，这个双方都是当年的留学美国的这些知识分子，都是相信美国民主自由的，内部有个争论。但是有些人像蒋廷甫，他们就觉得既然是国家有难，我比如说蒋廷甫学历史啊什么，自认为懂外交，那么国家有难我就可以去为国家服务，你不管他国民党现在是民主还是专制，起码我们要抗日啊。所以后来正好经过这个国民党，就是蒋介石也觉得你在日本的压力之下，我要扩大我的这个统治基础，也觉得我面临着很多问题，就基于吸收党外人士参政，像蒋廷甫啊，他们很多人就参加了国民政府，像蒋廷甫当了外交部长啊什么的，参与政府。那么在内部争论，所以朱可桢也是，所以1933年，蒋介石就看中了这个朱可桢，在他没有当这个浙江大学校长前，
找人跟他谈话，问过他，他觉得他有行政能力，说希望他像丁文江当上海市长，说上海市长和中央，因为他最看重的是中央大学，说上海市长和中央大学校长这两个，你选，你可以自己给选一个。这个朱克珍说，我不愿意从政，我就愿意做我的中研院当时气象所的所长，我拒绝了，他拒绝了，他不从政。他拒绝了。等到1936年，就是浙江大学办得不太好，又闹学潮，又有什么，这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这个就是在这个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这个朱可珍呢才同意了当这个浙江大学校长。那么他当这校长，大家不要误会，他当校长的还不是国民党员呢，他不是国民党。等到1940几年了，都是到抗战爆发，很好多他们学校都搬到贵州之后了。他53岁的时候，大概1943年，因为所有的一个要办一个什么，就国民党要办一个什么训练班啊，什么参加训练班的人都得参加什么，他53岁参加了一个什么，还是非情愿的集体参加的三青团。53岁参加三青团。他也是没办法啊，他不愿意卷入党派啊。53岁参加参军团，他说他也只是填了个表，以后再没交过什么费用，没参加过三青团的任何活动。过了不久，三青团就自动转为国民党党员，也就是说，他都50好几岁了，才入了三青团，又转为国民党员，他也没交过一次党费，也没有参加过国民党务的任何活动。这也就是反映了他的一个这个基本的这个政治态度，反映了他的这个政治态度呢。所以他始终在这个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个之间呢，他实际上是不喜欢这种党政，他还是有他的这个觉得应该按照这个美国式的两党政治和平的这种所以当年我就是说1938年的时候，陈布雷亲自找到他，我希望他入党，他就拒绝了。1938年，所以他还是到后来的时候才在那个党训班参加了这个，参加了一个叫做什么训练团呀，在这53岁40几年才入的。那么我觉得呢，但是呢，这时候他不能不感受到这个国共的之争，他也觉得有一个事情很蹊跷。他作为什么蹊跷呢？1941年10月13号，他见到陈布雷了。这时候陈布雷告诉他，他陈布雷也很觉得，陈布雷大家都知道是蒋介石贴身文旦最信任的一个人，而陈布雷也不理解自己的一个二女儿陈莲，她最聪明最漂亮，她最喜欢最宠爱，是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陈布雷知道，他就跟朱可珍说，不知道共产党有什么样的魔力能吸引这种人。朱可珍呢，他也当时是这话是这个说，他说他也觉得这个很奇怪。他说陈布雷布雷任共党有不可解之魔力。他说我回答，我说国民党应以积极精神做事，防民之口胜于防川，这样做是无效的，对这个吸引年轻人，你反而会使年轻人走到共产党那一边，你采用压制啊专制的办法那么呢，这时候他也在思考中国的命运。实际上他思考，这时候就是那个王世杰已经当了，他当校长的时候王世杰是教育部长，而现在呢1940年11月底的时候呢，这个王世杰已经是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长了。他就问王世杰，如果当校长的时候，他当校长王世杰教育部长，他问王世杰，我办学的方针是什么呀？三论是究竟是按照英美的自由办学，还是按照德日德国意大利法西斯这种办？王世杰没回答。那呢，他这时候呢，王世杰是中央宣传部长了，1940年，他就问了一个更大的问题了。他说，中国今后究竟是走向民主还是独裁？他说呢，是否独党专政，就是一党政，因为当时主要是国民党这个一党专政嘛。他说中国是不是以后还是独党专政呢？就王世杰当时他问校治校的时候，王世杰没有回答这个呢。王世杰回答说，说你问这个问题，我相信蒋总裁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就指蒋介石，他说蒋总裁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他说，但是呢，在训政时期，国民党是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政，在训政时期肯定是一独党专政，他说这是没问题的。而且呢，1941年11月2号，他开始他的记录里面，他不断的收到共产党地下党给他寄来的各种宣传品了。比如说延安实行三山制，延安的宪政，延安的选举这一类，延安怎么样保证人权。所以他刚才我讲，他是1943年4月参加这个中央党政训练团，入三青团，是吧？那么他对当时国民党要求必须有这个三民主义教育这一课大学生，所以1944年7月呢，毕业的生还有一半，还差一个学分，差哪个学分？三民主义。就今天说就共同课就政治课差一个学分，就说你有一半的人不能毕业怎么办呀？这个他说这好办，他说让他们开个命题作文，但这个命题作文是三民主义。你看他起的作文题目也很有意思，他说三民主义与民主政治，哎，还是想要民主政治。他说这样你每个人写一篇文章通通给你们加上一学分你就毕业了，学分就够了，哎。那么到7月18号，有学生问他关于中国前途、中国政治，他说呀，对于中国的这个前途和政治，他说对于中国的建设，他说我很乐观，中国的科学、中国的建设我很乐观。他说对于中国的政治，他说我就不乐观了，哎，我就很悲观。可以说他自己实际上后来他日记中说，当时他说人生最快乐的他自己来说就是教书和研究，比作行政快乐，行政是纯为人服务。但于你没有自己野心的人，不想为自己图利的人，你当个行政领导人确实就是一个纯为人服务的。嗯，这个后来到1945年的时候，抗战都快胜利了，这时候呢他又受到还不断的接受到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给他寄来的各种宣传品，包括联合和政府的报告啊，他也觉得不能不关心政治了。他说那大学里面关心政治就应该各种观点都表达，他就举办了科学、文艺、时事三类演讲。哎，那么呢他其中就是谈到这个知识分子的这个责任。那么后来呢大概4-5年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学生啊要发表这个学生会要发表一个民主宣言。民主宣言朱克珍坚决不同意，他说你们这个发民主宣言是响应共产党新华日报上的号召，他说他实际上是不，我刚才讲了一直反对国民党介入，但他也不希望你学生成为共产党的，响应共产党的。他说如果你们要发这个，他又拿出来我就辞职。那么学生也就学生会因为都很爱他呀就算了。但是呢1945年4月15就是4月份的时候吧，他我刚才讲了，他引进的那个实际上是个左派，当教育长的、当训导长的那个费巩失踪了，这很可能是被特务、国民党特务给抓走啊，是暗杀啊什么的，这个事对他触动非常大。他跟陈布雷就很熟，他不断的去找陈布雷，费巩的下落究竟怎么样？究竟是怎么就没了？那国民党也有种种说法，陈布雷也不完全清楚，总是说查不清、查不清。这个事就跟他使他这个，给他这个。觉得很失望，所以这一次呢他明确地告诉陈布雷，他这样写的，他说年轻人欲批评，他说欲批评政府无可厚非，若批评政府者皆目为共党共产，他没有用党，皆目为共产党，则不替为从区阙也。你把只要批评政府的人都说他是共产党，你这样实际上是把学生都推向共产党那一边了。但是陈布雷就安慰他说，实际上在青年团一些会上，蒋主席就只曾经表示党不应在大学活动，实际上现在给国民党始终一直到台湾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学里还是有党的活动的，所以这也是陈布雷大概安慰他啊。这那么在这个越来越这个随着这个国共之争越来越激烈，学生的言论也越来越激烈，我刚才讲过，就是这个警察呀，政府警察呀经常要来这个抓，经常就是说要来抓这个学生，他总是想办法保护，他同时呢说
学生不能违反纪律，你们在 B 报上发什么文章是可以的，但是你一定要真名。哎，他对学生也提出来了很多限制。那么5月20号呢，他读到这个毛泽东在中共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多有夸大之词，也就证明在那时候他对共产党还没有好感。6月7号他读了那个美国那个作家这个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是宣扬世界那个十月革命的啊，他说这个人是共产党，他的观点都有偏激，他偏向共产党，也证明那时候呢他对共产党啊没有什么好感。包括读了那个赵超过，他就想了解共产党啊，他读了赵超过的这个延安一月啊，他也没有做什么评论，就是摘抄的多，有些东西他是表示怀疑，对你说的一样那么好啊，就证明在1945年的时候，抗战胜利，他对共产党还没有什么好感。而这时候呢，闻一多在1944年已经转向共产党了，而闻一多，所以我就是通过他可以反映出我们比较知识分子的转向，因为闻一多在1944年4、2、4、3年以前是坚决支持国民党的，比如说闻一多也是参与政治之后有点失望，他是支持共产国民党的，开始他有点失望之后，后来注重于自己纯学术研究字句的考证，但是西安事变的爆发的时候，他在清华当老师的，他特别不能容忍，他觉得你一个当中国国家已经变成这样了，你一个当兵的就把国家元首扣起来，他从来不在课堂上讲政治。那一次袁世凯不是啊，这个闻一多就很震惊，在课堂上讲政治，说你一个当兵的就把国家元首给抓起来了啊，怎么能行？他们发表了声明，就是朱自清啊一批，就是坚决谴责张学良支持这个国家元首啊蒋介石，所以他一直反攻。但是从42年经过抗战，他颠沛流离到这个昆明之后，西南联的他逐渐有共产党又做工作呀，一些他的观点就转变了。而这个闻一多呢，他尤其这个豫湘桂大溃退，他突然觉得这44年这个整个二战战场都开始反攻了，这边豫湘桂大溃退说明国民党他觉得不行了。再加上呢，这时候蒋介石出了他那本书《中国之命运》，闻一多就觉得中国之命运就是这边是反对共产主义，那边是反对英美的自由主义，说这两点都不行，都是外来的，我们要强调中国的这种传统道德呀文化。闻一多说，直接说这个对我转变很大，我是接受了五四啊新文化这一种，这个是中央宣传就跟五四精神相对的。再加上豫湘桂大溃退，他由共产党什么吴晗呐、什么各种人在做他工作画岗啊，他有诗人气质，他反对共产党是特坚决，他一转变立场来反对国民党支持共产党也是特别坚决，把自己最后把自己的生命都献进去了啊，都献出来了，把自己生命就这个闻一多有诗人气质，他总是很比较坚决比较彻底或者说比较极端，当年反对共产党他比较坚决，后来反对国民党也是很坚决的，他公开的你把李文普杀了我就要站起来拍案而起，表示我不怕，又把他给暗杀了。暗杀的闻一多可以说是闻一多是1943年、44年转变的，而到45年的时候朱可桢的观点还没有转变，但是废拱事件给他一个很强的刺激，等到闻一多闻李这个李文学案爆发，对他又是一个刺激，他觉得你这个特务暗杀什么这种实在是不像话。这个实在是不像话，这样点呢，他就十分开始关心政局了。比如说1946年3月，国民党二中全会召开，他就通过一个关系去了解究竟国民党会怎么样，国共会不会爆发内战。后来他知道，最后得出结论说，国民党内部也没法改善，因为那时候这个就是45年抗战胜利，国民党接收贪污腐化很严重。他本来觉得通过国民党自己高全会能够改变这个，他发现国民党自己不能改变，他又觉得呢，实际上呢，国民党和共产党是很难合作的，他很悲观，他觉得内战看来是难以避免的。作为他这种人是很希望和平的，是坚决反战的，啊，他就觉得很难避免了。这时候呢，学生呢，6月十几号，学生要举行反对孔祥熙和宋子文，孔这两个家族都认为贪污最严重，游行。6月12号他们就得到了消息，朱可桢得到消息，学生要大游行，
而这时候领头的去演讲的威望高的是谁？是马寅初。马寅初因为长期的反对国民党啊什么，在学术中有很高的威望，马寅初要去演讲，要去什么，这个朱可桢就去找马寅初，希望他劝阻这件事情，不要啊。朱可桢你看直到这时候朱可桢的态度你我们可以看出来，他说呢，这个朱可桢跟他说，说这个呢，说这个内战国共双方都有责任，你不要只谴责国民党，双方都有责任。而这个马寅初不同意，他说国民党因为是掌权者，国民党的责任大，这个，但是朱可桢说，那我们爱护学生，他学生游行，军警会阻拦，双方发生冲突，学生会受伤。马寅初说，那正好这个事情就闹大了，闹大正好，他们双方就在那里反复的，他跟他关系都很好啊，反复的在这商量怎么办，这个。朱可桢就跟他说，我并不赞同现在政府的政策，他说恐宋贪污我也是非常痛恨，他说但是呢我们应该有公平公正的来看，他说共产党最近也在搞破坏，拆铁路烧房屋到处都是，对于共产党的作案这个作恶我们也应该看到，也应该抗议，也应该反对，他说我们双方的只要做的不好的这两党我们都应该反对，但是马寅初呢当然也不可能同意这一点，所以最后他和马寅初达成一个协议，说最后达成一个共识，说好我们的口号就集中于这几点，第一停止内战，就双方都同意的停止内战，让学生的口号就停止内战，第二实行政治协商决议，当时有政协已经就是1946年那个旧政协开过，他说已经实行政治协议，双方都应该实行，第三提高农工待遇，第四增加公教人员津贴，说这一点，这四个口号最后他们商量来这个决定达成这个口号就可以，他也只可以去这个游行。那么的紧接着7月中旬我刚才讲的就是这个李文案的爆发，闻一多被这个迫害呢，所以呢对他的触动更大，所以到1947-48你看他的日记，他是天天就是在这个学潮怎么样，一方面要限制学生，一方面又要去让国民党让军警不要来抓学生，几乎天天就围绕着这些事，因为到1947-48年学潮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激烈，就那样他整天的关心就被这个事儿，一方面要保护学生要限制学生啊，让学生不许做这不许做那，你不许做那学生就反对他啊，完了那方面又去跟，因为总要一会儿警备司令部来我们要抓谁谁谁我们要抓谁谁谁，他又去保那些人，他又他夹在这个中间是非常的难受，但是呢他的政治态度逐渐的这个倾向，原来在是站在国民党一边，后来还是倾向于国民党，但逐渐我发现啊，我就研究他的政治，他的政治这个天平或者政治的这个摆渡在往左倾左摆，到1948年了，大家知道币制改革那个一下子把金圆券什么那个通货膨胀是非天啊，贪污和币制改革这个通货膨胀到惊人的数字，就我看他就他自己的日记中啊，他这样写最反映他真实思想，我就念他的日记，他说目前政府之所以不能取人民之信任，由于每次立法结果使奉公守法之人处处吃亏，而横行无忌的人逍遥法外，如扬子公司孔令侃及其利，更有何人愿守法，从此随时奉公守法之人亦要偷窃偷盗犯法，此所谓率天下之人而尽于盗贼也，如此政府安得不失败哉。这是1948年10月，也就是说蒋经国打虎打这个权势者利用自己国贪污盗窃，但是呢碰到这个孔令侃，这个就是说孔祥熙家的这个女儿，他就弄不过去扬子公司，大家都看着你要能把扬子公司打了，你其他的事情就很顺利，你扬子公司大家都顶着，其他的大小官僚都看着扬子公司，你扬子公司的不动你就别动我，所以他动不了这通货膨胀，所以这个到1948年10月这个朱可桢他已经判断国民党会失败了，尤其他自己对国民党的贪污腐败盗窃这种他已经是失望至极了。我们看到好，
再加上要11月他的一个好友，最受蒋介石信任的陈布雷自杀了，陈布雷都对国民党实际上是失望了。那么你说竺可桢的天平还是否要继续左摆，他的这个指针要继续的这个左摆，所以那他一直在，还有他多少年没有停要追这个费巩的下落，究竟这个人到哪儿去了，一直到50几年什么他一直在查，始终没有查出来，是文革后大概才落实了，实际上直到他在的时候1974年去世的，始终没给个明确的答案，究竟这个人怎么没了。等到所以呢后来呢，这时候等到49年的时候，等到国共之争，就是说两边的都已经很在这打仗了，共产党马上要胜利了，他在杭州浙江大学，他觉得我不能离开，当时很多他的关系呢直接应该是让他去台湾的，他就是第一有他的政治，就是指他开始左倾了，对共产党抱有希望了，第二他觉得我得跟学校在一起，得跟学生啊什么在一起，我不能离开学校，我自己走了。所以呢这时候呢在国共之争最尖锐的时候打仗，就是1949年的4、5月份的时候，他到上海了，因为那时候杭州已经很乱，就是学校是走还是不走啊，他委托人他自己到上海去看怎么样，正好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说他在上海的时候正好三野啊，渡江啊，百万雄师过大江啊，就是说进驻上海，上海从国民党，他经历了上海从国民党的手中怎么样，国民党统治变为共产党统治，哎，他在1949年5月26号他写的一句话我觉得也很重要，他说我以为国民党之师乃国民党之所自取，在民国25年26年间，就1936-1937年，他说蒋介石为国人众望所归，但十年来刚愎自用，包揽放纵贪污，足致身败名裂，不亦可惜乎。他认为，并且国民党他认为这时候的那个贪污腐败腐烂，他说和这个唐朝的开元天宝不同，那时候主要就是因为那个杨国忠，只要你把杨国忠一干掉，大家唐朝又延续了，他认为这时候到处都是杨国忠，你国民党着不是一个杀一个杨国忠能够起到作用的，哎，就他始终还是懂历史的，我觉得那一代人确实对，哎，他对国民党的这个普遍的腐败啊，到第二天27号，他亲自看了，就是共产党就是三野把大军进城，那个老百姓欢天喜地，那种欢腾，学生给解放军献花迎接解放，那什么一系列这种热情，他看了之后，他在日记，因为竺可桢从来是个很冷静的人，日记里也是很冷静的，他说，他就因为他看到了这个状况，使他想起什么呢？1927年北伐胜利，北伐军打入上海的时候，也是受到了那种欢迎。啊，那种欢腾，那种兴奋，他写道，我看到了，他说这是1927年国民党北伐，人民欢腾亦如今日，但国民党不自振作，包庇贪污，赏罚不明，足自有今日之颠覆。他说解放军之来，人民如大旱之望云霓，希望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国民党之腐化。他说科学对于建设极重为重要，极为重要，希望共产党能重视之。这时候呢他就希望共产党两点，第一不要腐化，第二注重科学，注重建设。这时候呢他一直是在上海呢，就他并他跟国民党高层很熟，跟共产党除了他都不知道的地下党员他没什么接触，对共产党人他完全不了解，那就是什么红军啊，什么土八路啊，什么平安东，哎，结果6月15号陈毅、潘汉年、粟裕请了一些他们这些科学家，因为他是分头请吃饭嘛，就是上升人物啊，到6月13号请了这他呀和几个科学家什么的大学教授啊吃饭，在于吃得 很豪华。他的日记怎么说，他很出，因为恐怕在他之前的印象中共产党红军啊、长征啊、土八路啊什么，是很，他在日记做了这么一个评价，他说乃资产阶级之吃法也，因为他对共产党实在太不了解。完了之后他就到东北去了，就共产党就组织啊统一的，他们都到东北去参观呀、啊、因为就说准备开政协的人，你看从香港也大批的到东北，因为东北啊是新政权已经建立了好几年，比较早，东北又是
工业的这个基地，所以这个东北视察这几天，这十几天一二十天吧，对他触动比较大，因为他发现共产党这个恢复这个生产工业建设啊，他是个科学家，记了各种数据，他比较佩服，啊，使他的思想观点就更加的，他又发现那个地方很清廉，那种既清廉又建设工业，正好符合他的理想啊，所以呢，完了之后东北参加完了。他就作为这个政协参加第一届政协了，就我们看过那个电影叫做什么开，就是那个什么建国大业吧，还是什么，就是政协制定那个共同纲领，他就参加确定国旗国徽啊国号啊什么的，他就参加了全国政协，又回到北京，九月份他回到北京参加了共和国正式十月一号正式成立之前的整个这个开国这个宪法呀，现在不是那个叫共同纲领啊，这一切的制定，所以他是参与了共和国的这个最后的这种建立。哎，这个呢也很有意思，反映一个科学家的，我看翻了好多人的日记，在记录这个方面，很多人都是这个文学文科生，多数都是很兴奋啊，谁讲话什么内容怎么兴奋怎么怎么样，而他呢，他的日记详细记录毛泽东讲话。多少多少分钟，谁谁谁讲话，多少多少分钟，谁谁谁讲话，包括翻译，有一个司徒美堂，他说包括翻译总共多少分钟，他是每个人讲话多少分钟，他记录下来，这科学家真是随时记录观察数据，知道吧？所以他一个特点，无论到哪，他带个小本在吉普车上，在哪儿要做看到了什么，海拔多少米，有什么生物，长了什么，这是一个科学家，他就伴随终身的，所以连这个谁发言多少分钟。那么有意思的是，在九月二十三号，他们开小组会讨论国旗，讨论什么了？国旗国徽了。其中一个讨论国旗，展有38种方案。哎，九月二十三号，我强调，哎，有38种方案图案。他其中拿出来讨论的呢，是第三号、第四号图案。就第三号图案是红底儿，有一根黄线，黄线中间有一个黄色的五角星。另外一个第四号方案呢，是1/3红色，1/3黄色，左上角有一颗红星，有一颗这个星，这时候主要是讨论，就是讨论第三号、第四号方案。他说呢，他觉得这多数人赞同第四号方案，他也赞同第四号方案。第四号方案，但是他提出来，他说红黄脸色有点接近，不如把那个1/3的黄色呀改成白颜色。后来负责解释这个是梁思成设计。梁思成说，我们开始的时候也考虑过这问题，但是中国人传统中白颜色是办丧事用的，所以呢，我们就改成这个黄色了，就不如改变。这他说，所以他记录下来。我强调，小组会讨论第三、第四号，但后面第二天一件事，我觉得还是反映了他的思想特点。九月二十七号在中南海华裔人堂召开第六次大会，讨论通过了其他的，就是什么国徽啊什么都无异议通过，包括国旗。但是他提出他自己的，他日记中一个不同看法，他说大会国旗用五星红旗，他说这是审查委员会意见，就我们现在，他还是有这个程序啊，在美国学了这一套。他说讨论的时候是第三次第三号第四号方案，就没讨论这个，你现在要通过这个。他是觉得，他说我投了弃权票，他倒不是反对这个，他就觉得你讨论的是那两个，你最后通过的是，就反映出他这时候观念中还有这种什么程序，他把程序看得很重啊。你这种思维呢，是有这个今后的在这个过程中啊，是会产生一定的矛盾的，在和这个新的体制会产生一种矛盾的啊。他说他是这样写的，这个日记说，他说前两次在小组会讨论时，注重于第三、第四两个方案，而并未提到五星红旗。今日骤然提出，实无余下再行讨论矣，故于在投票时弃权。哎，反正他注重程序。那么在新政权，比如说组建中国科学院，他当副院长，这一切的迅速的搞科学建工业建设和科学研究都走上，所以使他非常兴奋，他是坚决支持的。所以在新政权下，他是可以说他的这个整个感情、整个政治态度完全转过来了。我们知道，就参加这个，但是在1952年，他碰到了一些问题。1952年什么？
因为这个新政权它和从前的不一样，从前因为1949年我从前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权更替，我把你打倒了，我当权了，我要整改造整个社会，改造整个社会结构，就从前的私利的东西都不能有，包括人的思想也要改造，你要按照我的观点思想，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包括你自然科学研究也要改，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要进行思想改造，在思朱可桢也要进行思想改造。所以这个呢，他又不会这一套语言思想改造，什么他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他的日记中其他的人的碰到的问题非常大啊。这时候他提出1955年思想改造，他要多少次开会啊，包括他自己开会，就有一个他当年的学生也是参加，也就是我们所的我刚才提过那个沈自敏，里面经常提到这个人是个左倾学生啊，他要沈自敏帮助他，在一个小组会大家都提意见批评他很严厉，沈志敏批评他属于买办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态度，所以说他最能压制学生，说他的这个文章啊没有阶级斗争性。2月28号朱可桢又检讨了，在思想改革都要小组检讨嘛，沈志敏又说他在浙大培养了顽固的反动集团呀什么啊，后来他自己括号他说对此我难以赞同。那么3月15号他再次做检查，他自己做检查就开始检讨越来越深刻，或者越来越得人得这个糟蹋自己了。他说我有这个向上爬，我一直有向上爬，有宗派主义，崇美思想，只对国民党的学生运动啊，国民党时代进步学生运动我也有压制啊什么，就开始这些了。那么当时还有一个人，就是中科院作为党的一个代表，负责这一块知识分子改造的，我也看了很亲切，因为是我到近代史所我们的老领导叫刘大年，刘大年负责这个，所以不断的他要向刘大年汇报，刘大年批评他，指出你应该怎么样，你还有什么问题你要解决，不断的。你看就是我们所的老所长，我也还算熟悉吧。刘大年呢要他再做检查啊，指出了他哪方面那么呢他这一套，他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他不会。你像一些老共产党员，经过延安整风啊什么的，都会那套怎么写检查，怎么挖自己，怎么他不会呀、啊？一套语言他不会，所以你看他经常把沈志敏找来，他的学生问他应该怎么办，就我们所的这个啊，其中有一次还专门来请他吃晚饭，他说怎么啊？那么这时候呢，他还是有这个他的一些想法。那么3月24号，因为他们都是留学英美的科学家呀，这时候正好朝鲜战争在那进行，而这些人是以留学英美的科学家，把这批一批留学英美的科学家找来了，就说美国在朝鲜发动了细菌战，你们要在国际上做宣言，用英文呐、宣传美国发动了细菌战，包括跟你从前在美国在英国认识的科学家去做工作呀，去写信啊，去说，那就提供了一些材料。其中最重要的材料呢，是《人民日报》上登的，就美国发动细菌战的证据。朱可桢是对生物也懂啊，地球物理。他一看，他说这些材料有的不可信呐，《人民日报》的材料，他就想，他在会上他说不可信。但是呢，马上有一个科学家叫马大猷，马大猷提出来说，《人民日报》最可信。这有他自己的日记说，他说惊奇指数，我马上感到自己失言。那这样啊，那么紧接着就是这个同样就是三反五反，这个思想改造和这个三反五反，反贪污、反浪费什么紧密交，这个搞得很激烈的，有他的很多熟人呢都过不了关，一个小木匠贪污点什么什么料啊、边角余料啊之类的都受审查。那么他的有个熟人啊，他很多熟人都包括一些大科学家受到非常的说，你在48年说某某某人48年贪污过什么，谁谁谁49年贪污什么，都要检举揭发自己贪污过什么、弄过什么。其中啊，没查出他什么问题，但他的一个熟人呢，3月26号，他这个熟人自杀了，他非常同情。但是他在日记中这种同情，他说是不是我自己的思想还有些幼情？但是他又忍不住，他说他留下了一妻和三子女，他说我不禁为之凄然。但他马上又写道，但要肃清贪污数千年来的遗毒，牺牲是免不掉的。就发现他的这个思想啊，也是在这个不断的这个纠结呀、变化啊。那么我们看，我觉得这个
他的日记中我们反映出这种体制的一些变化。3月26号，比如说周恩来一个报告，他就听了，他说无反的就人都无反的人太多，这些人最后要经过法律处理啊，说这么多人要通通经过法庭处理，这要10年都审不过来。所以当时共产党规定，每个单位大一点的单位成立法庭，单位首长就是法庭审判长。实际上后来无反大量的是这样。到4月14号，刘大年找他谈话，指出来他属于统治阶级，在那时候在浙大敌我不分，为殖民主义辩护，但是肯定了他说没有政治野心，没有欲望啊。这样呢，以后他日记中啊，我看多次与沈自敏谈怎样改造思想，怎样写自传。他4月23号把自己写的一个20000字的检查呀、自传呀，交给了刘大年和沈自敏这个两个人。但是呢，他里面有些事情呢，看了他还是给他一个比较大的触动。他的好朋友，比如说当年的燕京大学校长叫陆志伟，从还有一个科学家叫周炳麟，都是好朋友。他突然发现参加一些会，周炳麟的儿子在批判他父亲。他说，但是他的日记还是说，周炳麟的儿子发言还是有这个父亲的，还是有儿子的这个口吻。他说陆志伟的女儿批评他，开始第一句话就是你陆志伟如何如何，哎，他就有点害怕了，他觉得你这个思想到时候恐怕会这样。他还是好，等到了这个5月7号，沈自敏52年的5月7号，沈自敏来找他说，我读了你的这个20000字的这个检查，说你这检查呢，说检查太长了，不要，你应该以你个人为中心，跟你个人无关的一些事情啊，你都去掉。他说你要主要是说在美国8年受了2个影响，第一从美思想，当时知识分子要从美恐美去掉这样，第二呢有宗派主义，唯一还有你当了浙大校长，你就是反动政府的成员了啊，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呢后来呢刘大年又来找他，又来找他，指出来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亲美崇美宗派主义啊，其中找他谈话，你要写这些啊。后来检查完了之后，终于在30号啊，他这个做了检查，他其中呢在做检查30号做检查前，就是28号，他又把沈自敏找来说，你说说我怎么办，我还要注意哪些。沈自敏说，你分析事实太多，分析思想太少，说说你思想转变的关键是要学好毛泽东著作，所以他7月30号，他又交了检查，他在这个8月1号吧，他还是8月几号，他的检查就过关了，思想检查就宣布他过关了。我说一句，实际上沈自敏我很熟了，他一直都不是共产党，他想入党根本就没入成，他在就是这个朱可珍说的，他在浙大就不是共产党，他后来一入党也没有，起码在当时就是在52年、53年没有发展他入党。结果到53年，有个当时有个运动在座的老先生叫反宗派主义反小圈子，一个莫名其妙的事把沈志敏也打成一个小圈子，什么猛整了一通，从此沈志敏就很低落，在我们所就很低落，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浙大的学生会啊，跟共产党圈的，结果毫无，当时还比较受重用，毫无没有什么莫名其妙的一个反小圈子运动就把他给整了很厉害。那以后就什么八百旗啊这一类的他都会受到影响。等到文革呢，他也被关进农民，因为他在抗战时期他英语好啊，实际上是为抗战服务的，但文革期间哪管你这个，他做过什么，当时给美国的叫战略情报局吧做过一些翻译，当时美国战略情报局实际上是主要是负责对日啊进行敌国的情报的，但是在文革在那种情况下，你给美国战略情报局工作过美国特务，所以这也是反映出这知识分子的命运吧。从68年起到1970年起，科学界有一个什么事情，中科院的人都这么下降，但是有一个运动朱可珍也不能不参加，他也得参加，批判爱因斯坦。而相对论批判爱因斯坦背后又涉及到权力之争，为什么？就是1968年的时候，就毛泽东的女婿孔令华是北航的学生，不是北航的老师，他跟这个从毛主席那回来嘛，他在北航组织了一个批爱因斯坦小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批爱因斯坦相对论，就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那么他一做这个，那就是一个信号，
矛盾相对论上爱因斯坦是有不满的。这时候呢，这个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啊，管他马上在中科院，我们要批爱因斯坦相对论，中科院就专门有一个批爱因斯坦小组什么什么组批爱因斯坦相对论。而68年、69年就开始这个批判，这时候呢，实际上林彪、陈伯达他们这个权力之争啊，他们之间是一个权力之争。张春桥、姚文元、康生他们又是一伙，他们在打倒刘少奇的时候嘛，双方联合一致，等到刘少奇被打倒了，双方的矛盾出来了，这时候张春桥我们要批爱因斯坦，批出有水平，所以他在上海以学习以一个叫做学习与批判和自然辩证法什么自然辩证法通讯还是什么，发表了大量的批爱因斯坦的批相对论的文章，从政治上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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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的这时候陈伯达我有中科院，在北京我有中科院呀，就发动中科院要搞更大规模的批爱因斯坦。其实我觉得你如果纯粹从学术讨论，那就各种观点都可以，但这完全是政治的，哎，因为政治的，那既然你是批爱因斯坦的，那么如果完纯学术的，那认为爱因斯坦相对论没错的能不能发表呢？对吧？当前呢，我给你念几段当时批判爱因斯坦的文章啊，他们自己说的，说这个要我们必须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彻底批判相对论的哲学谬误，重新审查它的物理内容，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说相对论的要害是相对主义，什么什么是资产阶级的宇宙观，资产阶级的典型，说不把相对论之类的反动理论打倒，什么新科学新技术都是建立不起来的。认为爱因斯坦进行人对爱因斯坦说，帝国主义需要相对论这样的科学，需要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这科学家就都加了引号的啊，他一生三亿国籍四换主子，有奶便是娘，见钱就下跪，有一点却始终不渝，那就是自觉地充当资产阶级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喉舌。那么呢在这个1940年4月正式中科院成立了相对论批判办公室，也有小组上升为办公室。那么朱可桢当然也就参加，他是尽量想从科学的角度来论证爱因斯坦的那个相对论有什么不合理。他还写过，所以他还写了文章，他写了一篇文章嘛，交给红旗杂志了，结果红旗杂志没发。红旗杂志给的理由是说，我们还没有发过这种直接批一个外国科学家的。但我自己觉得，是不是他过于学术化了，总想从科学的角度来论证爱因斯坦的，你没有写出这是资产阶级的什么什么三亿其主什么贵人院的啊，所以这也是一个，我就显出了在这个事件，在批爱因斯坦的事情呢，就反映出像这类在中国这个政治在那个体制之下，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体制之下，那和政治紧密的太联系，一种观点比如说什么生物学啊，什么什么米丘林啊，是摩尔根啊，都要跟政治哪个是资产阶级的科学，哪个是资产阶级的科学，哪个是无产阶级的科学，米丘林什么李森科是无产阶级的生物学，摩尔根是资产阶级的生物学，科学也有阶级性啊什么的，这套理论就太强大了。所以爱因斯坦到最后，我就说多说一句，爱因斯坦的这个最后平反还是不容易的啊，在爱因斯坦文集，就是三无印书馆要出版，就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几个月，一个老科学家，我刚才讲，也从前他人是我们所的文内书，叫许良英，一直在翻译爱因斯坦的东西。哎，粉碎四人帮了，他觉得这个爱因斯坦文集应该可以出了，但因为粉碎四人帮你并没有否定文革，并没有对毛泽东什么批判两个凡是啊。所以商务印书馆也不敢出爱因斯坦文集，能不能出内部发行。但前面许良英写了个序言，他也总要写个序啊，他说爱因斯坦是人类科学史和思想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后来那个沈小姐上面说这个不行，说从马克思以后西方就没有思想家了，你怎么能说爱因斯坦是人类，他是马克思之后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巨星。这个许良英也没法，就跟他的老师啊，跟这个周培源，是啊，许良英也是这个朱可桢的学生，就是朱可桢1974年去世了，他跟周培源先生商量，周培源先生呢就是商量说，周培源也很老练，说既然思想史上的巨星有人不同意，说马克思以后没算，那我们干脆把思想史
和科学史这个字儿都删了，结果变成了说爱因斯坦是人类历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结果这个就通过了。实际上人类历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比科学史和思想史上一颗巨星恐怕还要评价还高，但是呢他审查有自己的标准，我们说上面有规定马克思以后思想西方思想不能说有思想家，那么你只要不说这个，你说他是其他方面整个人类思想史巨星都可以，你说他思想说哎，这是反映出中国从这一套科学朱可桢啊这些他们的命运啊可以反映出来整个这个社会的这个变化。那么所以呢我们就是从朱可桢的一生呢可以看出来几点。首先呢他是科学的奠基者奠基人可以看出来。第二呢他对现代教育的贡献直到现在仍有重要的这个意义。第九所谓的钱学森之问，我觉得实际上应该从这朱可桢的这里寻找一个答案。第三点呢我们看在中国近代一直到四九年以前这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两面受敌，左派右派都在攻击他，他是希望一个缓和的理性的自由的民主的，但在中国近代最后你必须在国共之间做选择啊，像胡适他很不喜欢国民党，但他觉得共产党更坏，他选择了国民党。你像张奇若朱可桢他不喜欢共产党，他觉得国民党更坏贪污腐败，共产党代表我的理更符合我的观点一些，就选择了共产党。他们都是在进行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这个选择。所以呢近代知识分子在学术和政治之间有一种很复杂的关系。那我们再看像朱可桢和国民党有那么深的渊源，那么高层的人都是那么熟悉，后来思想改造的时候有个批判，当然过分了，有一点说他说可以随时见蒋介石不用通报，实际上呢没有这种状况，但是他经常见蒋介石，跟陈布雷可以随时见，就见了。他国民党的高层有那么深的渊源关系，最后他都选择了共产党。那就是说国民党的政策包括后来的一系列社会失败，就连朱可桢这种人和你有那么深渊源的人你都没有笼络住，都把他推到了共产党这一边，那你还能宠了什么人？这个你要想你要吸引什么人最重要的是你的政策，所以从朱可桢的这一生啊，给我们方方面面，他是个非常丰富的人，方方面面非常多的启示。好，今天就讲到这儿，耽误大家。